中四開始咧就拍啲自彈自唱片上 YouTube 片，上 YouTube 片 ，OK 又係個。我會覺得唱 cover 其實都可以唱到自己 style 出嚟嘅，我可以將直歌包裝成另一樣嘢，所以我覺得呢個就係一個有趣嘅地方。其實之前都試過有啲嘅聲彈，不過最尾都係 reject 咗。咁點解特別拒絕呢？因為我覺得我唔係一個手速薄嘅人。即如果你係受一個束縛嘅人，即係你等於同一個棋盤上嘅一個棋子咁樣，你唔會有自由，你唔會有自己創作空間。咁你會覺得喺呢個咁密密麻麻嘅城市、咁緊湊嘅城市唱歌，其實你會覺得自己係好悠閒嘅。所以冇話一個特別嘅舞台，只要你係想有自己嘅音樂去表達出嚟，咁任何地方都係個舞台。其實我不知道自己將來老了會不會玩音樂，不過我知道我一有時間我一定會繼續玩音樂。無論日夜雪如何走過，寧願在極落